哦，撞到！系我今日同你介绍嘅就系呢个电路迷宫。首先要装两粒相同电量嘅 AA 电池，呢啲全部都系冇电嘅。之后咧呢度负极线嚟到呢度啦，之后咧嚟到金属钩，之后咧经过电线再嚟到呢个开关。开的时候咧，就系俾呢边；关的时候俾呢边。之后咧嚟到，之后，咦？唔系喎，开的时候俾呢边，关的时候俾呢边。X。之后咧，电量嚟，电嚟到蜂鸣器，之后再翻翻去电池，之后再继续转一圈。咁样就系、是，就蜂鸣器发声。同埋第二個開關，因為關係嚟呢邊啊嘛，所以嚟到呢一個開關啦。之後咧開，之後咧去到兩盞燈又係集中，再轉一圈。同埋咧有一個缺點就係唔得同時又響又亮。啊！同埋離呢度越遠，咁就會越暗。如果離呢度越近，咁就會越亮。係啊，但係增電。你頭先咁樣啫。咁我哋而家玩一次俾你睇，你想要睇光定係睇聲㗎？睇聲啦。同埋我俾你一個小貼士，如果兩個開咧，就係、是、蜂鳴器咧就會搶只燈泡嘅電，因為開嘅時候俾呢度電啊嘛，所以呢度就冇電，就算呢個開都係冇用。係啊，我講得有冇錯？我而家玩一次俾你睇。真壞啊！蜂鳴器。真係好難拍掣啊！係咧，即係咧跌到嚟呢度要趕快拍掣，如果唔係咧就會輸噶啦。呢邊起點，呢邊終點。我而家再表演多一次光嘅俾你睇啦。喂，你哋睇風鳴器啦！哎呀，卡住咗！哇，哇，頭先俾呢個轆卡住咗。OK， 燈泡都試完啦。你而家想玩邊樣咧？你而家想玩邊樣咧？你哋玩啦。